阿姨，你听我你不说。想说了。阿姨，什么牛奶啊？你走吧，你不跟咱来了。阿姨，你听我说。说了，恁俩也不合适。我也希望俺闺女就是过得好点。这你是找工作好好干，好好努力吧。你好好努力，跟你的公司搞好办好。这是你那我心里啥都。阿姨，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，我懂了，我也明白了。你就走吧，好好努力给你工作干好。我也希望你们好，阿姨。好。